哎呦哎，这就是跟雷泽信捆绑的代价呀。现在人人都怕我，师兄他也不肯改善自己跟大家的关系，我看真的是没救了。其实雷傲这个人呢，很好琢磨的，他呀，吃软不吃硬。如果你在他面前装装可怜，卖卖惨状什么的，说不定他就心软了。他这一心软，就任你摆布。任我摆布，嗯，这么夸张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那装可怜要怎么装啊？你现在这样就够可怜的了。不过呢，说话语气上面你还可以再嗲一点，像这样啊。雷师兄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哟，你这也太像个女子了吧？哎，对，像个女子就对了。要不，你来学一学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师兄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怎么了？那个，文斌，你演的真像啊！像什么呀？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所以我这样做，师兄就能听我的。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哼哼。